各位小朋友，哇，好快，原来已经过了四月的受苦节和复活节了。五月呢都有节日的，因下次再告诉你知啦。咁呢今次呢其实呢五月里面呢我哋都仍然有好多嘅故事。大家虽然都未返得嚟教会，不过我哋每个礼拜呢都好努力录歌啦，讲故事俾大家听。希望大家呢喺屋企都做小敬拜。咁今日呢同大家唱一首嘅新嘅歌，叫做风吹雨打不用怕。跟住我再同大家讲下我哋驚啲咩啦。我哋先唱下首歌先。恩主必然还抱我在内，静静在心内赞叹你爱，内心感盼望只因有爱。孤单困境不会怕，危难里确相信是你共挽手，风吹雨打不用怕，信赖恩主守护。蛇虫鼠蚁，要话惊黑掹掹咧，要话惊咧，爹哋妈咪出咗街，剩翻你一个，自己一个，好寂寞，冇大人喺度咧。究竟我哋惊啲咩咧？原来今日嘅故事咧，呢个主角都有啲惊嘅，不过一阵间留翻咧，先讲俾大家听系惊啲咩啦。佢又逃避，走咗佬。咁当我哋惊嘅时候，我哋系咪可以去揾上帝咧？上帝就会叫我哋唔使惊噶啦，咁不如我哋就唱多次《风吹雨打不用怕》啦。月亮在天边照向我，因主必然还抱我在内，静静在心内赞叹你爱，内心感。我哋就一齐听下嘉琪 Sir 同我哋今日讲咩故事啦！哇，好大风，好大雨啊！哇，仲好大浪添啊！呢只船再咁沉噶啦！哇，约拿，我系上帝嘅仆人。呢只船原本我系搭去西面，因为上帝要我去东面去传扬上帝嘅爱。不过我唔中意嗰度啲人，于是我搭呢架船。而家应该上帝要惩罚我啊！再咁落去，架船沉啦，啲船员啲性命就不保啦！啊，
不如咁啦，你哋抌我落海，咁你哋就可以保存性命噶啦。系因为上帝惩罚我啊！你啊，啊！哇，好大浪啊！连啲海草都缠住我，咁样我系死噶啦！啊，神啊，我唔想死啊！救我啊！于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咗约拿。约拿喺鱼腹中三日三夜，鱼肚入边黑掹掹，乜都睇唔到啊！约拿知道呢一条大鱼系边个派嚟，就系佢嘅神啊！佢明白到唯一嘅求生方法就系要向神祷告、认错、悔改。神啊，我在患难里面求告你，我知道你有应允我的，你将我掟落海，但是你用条大鱼去拯救我，我现在仰望你，求你去帮我，让我能够回到陆地上面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。神啊，你是听祷告的神，我不像那些离弃你又去相信别神的人，我是来仰望你，求主你帮助我，我知道呢救恩是出于你，我要多谢你。主啊，你救我，我会遵行你的话语啊。主啊，哇，是陆地啊，条大鱼将我吐出来啊。上帝听祷告啊，既然上帝救了我，我就听上帝的话，去东面去宣扬上帝的爱啦。小朋友，故事讲到呢度啦。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大雨里面去祈祷呢？应该冇乜人试过喺大雨里面祈祷噶啦。不过咧，唔知道小朋友平时有冇祈祷呢？好似约拿咁样啊，遇到困难啊、唔开心嘅时候就祷告上帝呢？今日咧，我哋睇到约拿虽然佢曾经唔听上帝嘅说话，但系咧，当佢有困难嘅时候，佢仍然祷告上帝，上帝都会听佢讲噶。小朋友，无论我们平时我们很乖，或者哎呀我有曳的时候，只要祷告上帝，上帝都会听我们祷告。愿我们今天学习多些祷告上帝。今天的金句就是，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愿我们都学习，我们有困难，有开心有不开心，我们都求告神，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跟住嚟咧系一啲讨论嘅时间啦。咁啊，爹哋妈咪或者小朋友，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呢啲问题，你有咩答案或者咩睇法呢？第一条问题，假如你系约拿，你俾条大鱼食咗三日喺个鱼肚里面，你会喺里面做啲乜嘢呢？约拿咧曾经喺鱼里面去祈祷。唔知道小朋友同家长，你有冇试过喺啲特别嘅地方去祈祷呢？唔知道小朋友同家长，你哋喺咩时候或者近期遇过咩嘅事情，你去祈祷祷告上帝呢？我哋可以分享一下。唔知道家长小朋友，你哋会唔会试下一起去祈祷？我哋定一个时间，你哋去一起去祷告上帝呢？